就这什么好处的，对你们剪彩这种。第二天早上我爬起来发现冯彤不在了，然后我一瞧地下室完全老兄的痕迹，就是拖成大一个人暗子开一股呀，什么冯兵子完全掉在地下，有名的那瞧了，不有名的孔兵子撂地下，还有考试杜少峰那是九位嘛。你的三十多年了，那个看不清楚，车子跑来过一段。不是啊，你要来你去等我。那就是2015年，我们站对群众报上来，对他们造成野生动物遭死案件进行了详细入室的调查。我们总的调查了71起。包括了黑熊吃蜂蜜，还有黑熊咬羊，还有黑熊吃苞谷，这三方面。老师，我这还是坑了。什么米坑子啊？我该。嗯，我要把米吃了。吃上开的。身上转身靠个啥？嗯，把有些人放弃了哦。